泳衣呢设计很特别，都是欧美风的，但是我们有亚洲的 fitting。 罩杯呢就是任何身材的人都可以穿，比较有集中力。这一季我们就是开心 party relax。 今天工作下来呢，我最喜欢的一套比基尼就是我身上所穿的这一件，不管是去海边游泳池，或者是像我平常出去外面只要套一件斜肩的大 T 恤，这样子也很有设计感，很好看。现在很多女孩们非常喜欢它的原因就是它非常的集中，不用穿 new bra 哦，